Hello，我是左蓝。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小琴啊，是不是很惊讶啊？特别特别小，就在我手中这把蓝色的和我的衣服颜色一样的琴，这个品牌叫 Leaf，其实也就是杭州 ALP 公司啊。ALP 是大家这段时间关注比较多的一个品牌，因为他们做的都是概念性质的，可以折叠无头机的。那么这一次呢，依然是知乐公司推出的这一款和 ALP 姊妹品啊，Leaf。它是一个实木的琴，我们反过来看一下，能看到木材的这个纸板和琴颈，非常接近于传统我们认知的无头琴，但是好像体积，整个体积好像小了很多啊。确实拿到第一次拿到这个琴的时候呢，我突然感觉到好像是一个儿童吉他啊。我向官方反复确认了一下，它的弦长是标准的弦长，那只是说因为没有头，而且后面呢基本上是到琴尾就到头了，而且呢整个琴身也比正常的琴小那么一圈。所以说呢，如果说手小的同学，另外小朋友学习，还有喜欢旅行出来的同学啊，非常方便。前段时间我们到 ALP 公司参观和交流，我们还聊到类似于这样无头琴的一个方面，比如说你是坐动车，你看一看，啊，基本上比肩膀宽不出多少，即使在飞机上啊，你都能进行演奏，真的毫不夸张地说。很多小朋友刚开始学琴的时候，都是用儿童琴，因为儿童琴的，整个的品距呢稍微窄一些，就是琴稍微短一些，那么手臂不够长，哎，弹起来就会舒服一些。但是这个琴呢，我觉得完全可以替代儿童琴，因为它是标准的弦长，即使小朋友长大了以后，也不用重新去适应你的手感。说了这么多对 Leaf 的初级印象啊，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具体配置。首先，这个琴头。上面有 Leaf 的 logo，这儿有一个小暗格啊，其实，哎，这儿是可以装什么？装拨片。然后琴头的地方呢，有一个弦索，那这个弦索呢，和我们平常说的弦索不太一样啊，其实它有点压弦的感觉。那 Leaf 这个琴呢，是装正常的琴弦的，只需要把琴弦的弦头从这个地方压进去，然后穿过来，哎。是在后边进行缠绕的啊。那我们以前习惯了，所有缠绕琴弦呢都是一个旋准，就是上旋钮。这个不是，这个很有意思，它是通过这一排来调节。那怎么来调呢？手是拧不动的啊，这儿有一个像磁铁一样，哎，取出来，是不是想起来小时候见的拖拉机了啊？然后拧就 OK 了。然后每一个都可以这样来调。我刚才在试音的时候呢，发现调音还是挺快的，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调音畏惧感啊，因为我特别怕那种调半天调不准，然后反过来复过去调个三五遍才能用的琴，太怕这种了。但是这个确实没有这样的情况，整个的弦桥设计比较简洁，没有摇把啊，就是你基本上不用担心跑音。我大概弹了有半个小时啊，只有一根琴弦微微的有一点跑音，其他的五根琴弦一点点都没有跑。我甚至怀疑那根琴弦是不是刚才我没调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它两边的这个随场啊赠送的一个，这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安全扣啊，就是说如果你装背带的话，这个背带的安全扣也给你考虑上了，两边都有。那整个的琴形的设计相对比较现代，只有三个档位。采用的是双双的拾音器，整个的纸板是玫瑰木，那琴颈呢是枫木，而且在琴头的位置有 ALP 的官方的 logo 以及这个琴的出厂编号，就是你不用担心买到假琴，随时查这个号，到官方来查这个是真还是假，所以抱起来总觉得像一个玩具一样，但弹起来绝不像玩具啊，确实很有生猛的力量。好，我们换个音色听一下。
刚才我们听到了重金属这种爆炸的声音啊，就是轰隆隆的坦克的声音，你是不是觉得它不像一个玩具了，而是标准的一个吉他啊，一把电吉他。那么这把电吉他之所以这么有力量呢，来源于它的特殊配置，比如说琴体是桃花心标准的，我们知道 ALP 吉普森的琴体全部是桃花心的，并且它的拾音器也不是普通的拾音器，它是什么呢？铝镍钴拾音器啊，这种拾音器比普通的拾音器的成本要高出好几倍来。当时，这个 ARP 的官方人员跟我沟通的时候说，哎呀，其实想了再三，还是用一个高级拾音器吧。虽然整个的这个售价零售价并不高啊，但是还是希望用一个音色好一点的拾音器。乃至里边的小细节，什么小细节呢？就是我们这个插口。普通的这种插口呢，你稍微的一动，里面就会滋滋的声音，但这个完全没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是美产的一个插口。你说这个插口都用美产的，这么奢侈吗？真的就是这么奢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听一下这个不同的三个档位，它呈现出了音色是怎样的。我们用了一个 clean 的声音啊。好，第二档。好，琴颈的档位。中间这一档呢，音色是非常明显的。非常小巧有非常可爱的 leaf 啊，那这款琴呢，无论你是刚开始的初学者，还是有了一定弹琴经验需要出去旅行的朋友啊，那这款琴从音色到手感以及造型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